哦，那个是甘蔗，红甘蔗啊。哦，天寮永和宫，天寮永和宫，那附近就是台湾丝路了。那附近就是台湾丝路了。哦，台湾丝路，台湾丝路，盐水护壁宫，南行36庄活动。下午，下午会到达，有台湾丝路所在地，田寮，田寮，盐水田寮。和宫有供奉大王宫、二王宫、三王宫、五虎千岁的，李虎千岁、慈虎千岁、五虎千岁。五虎千岁也是代天行寿。天寮永和宫、大王宫、二王宫、三王宫，五虎千岁的，李虎千岁、慈虎千岁、五虎千岁。嗯，哦，这个到了晚上哦，灯很亮，很美呢。你看这个八卦形呢。八卦窗，哦，制作那个神教的叫永川，台南古城永川，永川，永远的永，山川的川，永川，庙顶有南极仙翁的，有比山的，这五支旗就是五营将军的五营旗的，哦，你看旁边有那个鸟啊。哦，你看上方那个是南极仙翁呢，上方那是南极仙翁呢。